产自销还是祖国的善意，然后好像各种说法都有。那或许这样的资料，对，或许这样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，就是能够更能了解到底这一次，比如这次空气污染或天气那么冷，到底会维持多久，或者是到底成因是到底是什么原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 demo Happy Map， 简单 demo 一下怎么操作。那 Happy Map 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就是在现场快速找到就是专案位置的工具。那我们等一下会更新地图，那我们大家现在简单 demo 一下会怎么操作。第一，我们要新增专案，那我们就先打专案名字。打完之后就按新增，然后就可以打名字之后再打一些简介，之后打一些标签。哦，好，在这解析度标签不见了，但是标签新增很简单，对。然后可能可以再新增一些参考资料，像 Slack 或是你的简报啊，或是你的 YouTube 都可以放到上去，然后储存。储存之后，你可以在左边列表，你就可以把你的专案放到地图上。按地图之后就可以新增上去，然后之后你就可以移动它，你可以把它移动到你现在所在的位置，那就可能你在会议室的角落，或是你在108教室这样。那基本上就是这样，然后你就可以自己移动，每个人都可以操作。然后如果要删除，示范一下删除。如果你不小心放错别人的专案的话，就在相同的，你就要把地图上移除的话，就是按同一个按钮，它就会移除了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那也欢迎，就是各坑主可以把自己的坑就是这样子记录在。